恐怖电影《昆池岩》3月19日在首尔举办媒体试映会，七人组成的恐怖体验团来到昆池岩精神病院，用直播的形式来记录恐怖体验。不仅是观众，主演的七人团成员也说被吓得丢了魂。촬영과연기에집중하느라화면이어떻게나올지전체적인느낌이어떻게나올지는제가예상을잘하지못했었는데요영화를보면서철저한관객입장으로봐서지금많이고있습니다사실제가촬영을함께한장면들제외하고다른멤버들이촬영한부분에대해서는저도볼수가없었어서굉장히궁금했었는데생각보다정말무섭고또되게많은노력을한것같아서되게재밌게본것같습니다昆池岩精神病院是 CNN 选出的世界七大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场所之一。昏暗的环境和阴森的音乐，还有写实的拍摄手法，真的是恐怖至极。如果你胆子够大，不妨进影院体验看看。